抛下问题，我感觉这个能量又消耗了。然后要回去吃饭啊。哎呀，这沿途的风景我觉得比那些景区漂亮多了。是啊，这沿途太冷，温泉。是啊，小心点啊。这有垃圾桶，等下我把垃圾桶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的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那打开出来一下也好好玩呢。很开心。你看那他怕我，他怕我用那个水在碰他。走吧，走吧。啥都吃。走吧，鸭白汤肉。你绳子放长一点，不要拉紧他。放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走就行了，没事的，跑不了。走吧。这边这个还是挺美的啊。拜拜，走啊。那你再往前走吧，走吧，还是要慢慢走比较好一点。你看这下面还是稍微有点害怕的。走完以后晃晃悠悠。啊！有超吗？你这有超吗？有超吗？啊！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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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拿绳子，再拿绳子。哎，那边有车，都可以啊。这边马路上啊很危险的，不要让大白这样。不能给你自由的，知道吗？嗯，这边那个停车的停车就不是特别的平整，你看。马路边上都要从马路开下来。我们昨天想从这边开下去的，但是昨天这边停了一辆大车，我们只能从前面倒进来。我们是从前面进来的。在这个马路边呢，一定要拉好绳子啊，给狗狗，要不然的话就是很危险。万一它你看像刚刚有点激动的话，对吧？说不定狗狗激动嘛，它会喜欢乱跑，说不定就跑马路上去了，对吧？所以说一定要很小心。哎呀。也是温泉水就好了啊！要是这里温泉水的话，今天就不走了。今天在这个温泉这里啊，待了半天，感觉还不错，挺舒服的哈。嗯。刚吃了点中饭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了。今天到那个巴塘的话，只有70公里。是啊。不过巴塘海拔低一些，到那边的话，最主要就是拿个快递嘛啊。等拿完快递，我们再看到底是找个地方待一晚上呢，还是继续往前走。走吧，我觉得沿途风景就挺美的哈。走吧，发现这边已经开始有绿色了。是啊，我感觉前面应该会有草地，绿草了。阿白可以奔跑了。阿白这家伙，你看这边在这里啃鱼皮呀 啊！吃货。早上给他都没吃完哦，他故意留着等我们开车的时候再吃的吧。嗯，他也是要开车小零食。你的小零食呢？我小零食吃完了，好久没买零食了。没零食吧？我们感觉好很少吃零食哦，发现没有？是啊。其实我觉得零食吃多了也不好，容易发胖啥。我喜欢吃啊。你喜欢吃啊？喜欢吃主食。吃水果。这边有个错浦沟，应该是一个湖吧。刚问了一下，他们这边只能坐那个大巴车，大巴车进去，没有办法自驾。不能自驾就算了吧，哈。以前是可以的。是吧？现在都商业了。休息一下，老徐说长溃疡痛了，拿着西瓜上来抹一抹。白的哦，那溃疡严重哦，那白白的了。这边好上火啊，我喉咙痛。对了，爷，上次有个网友说嘛，说西瓜上要看那个产地的，是不是？说是哪里来着？忘了。桂林的。这是假的，假的。这不是那个广西那边的，这是陕西的。
三七的。果然呢，下次我应该就买那种传统那种小的，是吧？粉状的。嗯，药店推的话，一般都推哪种利润高的那种啊？嗯。开着开着就到八塘了，八塘，这边海拔低啊，八塘的海拔只有2500多，然后呢，这边的柳树啊，对吧，都有柳树了，绿树成荫啊，这边，就跟平原一样的。八塘欢迎您，到八塘去转一转。这个县城应该是第一次来啊，啊，旁边有个岔路口就是318的，去欣赏一下。嗯，怎么好欣赏啊？还是那句话，318的每个县城啊，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干净啊。你看这边天气虽然干燥，但地上全是水，应该都是洒水车洒完的水吧。嗯，到这边拿个快递去。哎呀，得快点。旁边那个路旁边啊，我们就把车停在那个路边了，它路旁边画的是一个停车位，但是呢，对吧，这一排画的全是停车位，但是它又写的什么全程禁止停车，哎，不知道是啥意思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就赶紧去拿吧，赶紧拿就走就好了。好了，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，这次应该发的是对的一个龙膜了。我刚看了一下八塘这边的汽车装饰店，我刚看了一下啊，没什么大的汽车装饰店。我们准备到那个啥，到找一个大点的地方吧，找一个大点的地方，然后去贴一下。在这个八塘拿完快递，我们准备继续往前走啊，因为在这边停车的话，没有合适的停车地方，我们就没办法停车，那只能往前走了，往前走呗。这边有一家酒店，弄了一个酒店，弄了一个营地，30块钱有水有电。听他们说现在好像涨价60了，好像是。涨60了。不知道。就在门口这里，路边那里，我觉得很一般的哈。嗯。觉得我们也不缺电，算了吧哈。走吧，继续往下走。但是这个啊，这边叫水磨沟啊，水磨沟服务区这边。嗯。刚刚看到那个大河谷研究就叫水磨沟吧。现在这边有在修路啊、哦、嗯，旁边就是金沙江，这个金沙江啊，水有点浑浊啊。以前这边路没有修好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好几年前了、没修好的时候啊，这边可难走了，全是泥巴路啊，就这一段。现在都算好走了、对，还在修。我们差不多可以找个地方停下来了吧。是的。看到吗？看哪里风小。这边有那个加水的，看一下多少钱。这边加水可以加点水吗？我正好一个水箱。这边加水的，看看多少钱。我正好一个水箱，加水多少钱？5块钱。5块钱，这个是自来水。自来水是吧？是精益的，可以拿来。可以拿来洗菜什么的，可以哈。我们吃的就是这个。啊，拿来吃的就是这种是吧？啊，对对。好，那我加一下吧。我加一点啊。加，快加。好。5块钱。加一下吧，加一下。沿途的这个都是这样的，这不带加压的哈。不要开加，就这样好了，就这样好了，就这样好了。我来放，我来放好了。哦，哇，这个还专门的对口呢，小口。我自己来吧。微信我先发给你钱哈。这边都是。大车是10块，然后呢，像我们这种小车嘛是5块。大车的话，一般的话是要加个1吨的水啊。像我们的话，也就200升多一点点吧，200升多一点点。哎呦，我靠！我给老板转了10块钱，我拿瓶水吧。老板，我给你转多了，给你转了10块。我拿瓶水吧。拿瓶水吧，你来。脉动和着，我跟你。红牛几块呀？这个六块，那个嘛，乐虎。啊？可乐几块？3块。可乐3块。啊。
我拿两瓶可乐吧，我再好的好的，再多给你一块钱。好的。又来了两瓶水。两碗水来少十块。真的、啊？我也不信。加满水了，继续出发。这边是猪笼洼乡的水磨沟村，看前面有没有什么好的租车位置。我得先让前面这辆车过。我天哪，这边好像那个这一整排这条路啊都在修啊。我们本来是前面几公里的有一个停车带的，但是呢现在它很有可能不在了，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修路啊不在了。往前面一试吧，去看一看吧。网上看的那个停车带已经没有了，现在都是在修路。哇，这一条路都在修路啊。全是灰啊，真的是。说好的没有烂路啊，看一下对吧，刚出来又有烂路。吃灰吧。我的天哪。路都看不见了。还这么快。哎呦，吃灰。这个搓衣板呢到底有多长啊，已经搓了20分钟都快了吧。哎呀。这条路啊，这搓衣板。我宁愿走那个去格岭南线的路啊，对吧，也不愿意走这个路，因为这个搓衣板又开不快，颠颠簸簸的挺难受的。巴塘到猪笼洼，就是这条线是，一直在修路的。修路的话，这条路还是比较难走的，整个车啊，感觉都要被钉散架了一样的。好了，上那个桥，哇，这个桥感觉也很稳啊，这个铁桥啊，也不晃啊。嗯，这个铁桥就很稳，承重30吨，和我们之前走那个铁索桥真的是差距太大了。这个一点也不怕呀。是啊。我们到河对岸看能不能找地方停车的。过了桥以后啊，这边没地方停车了。前面好像全是山路了。我们把车呢停在这个马路边上，先吃点东西。吃点东西，晚上再看一下吧。啊，要不是这个修路的话，我们对吧，都已经能到目的地了都。先吃上吃一点吧。啊，这个风太大了。我们停在这里，想着先吃个饭呢。看到前面有个小狗狗，有个小流浪狗好像，哎呦，给它吃，给它，不要这个不要给它吧，它不好嚼，给它弄点狗粮给它吧，给它吧这个。下来这个狗好像往前面走了，我拿个装了个狗粮，看看能不能看到它，给它吃吧。感觉都瘦到皮包骨了，黑漆嘛火的，哦，应该是到这个垃圾桶这里来翻垃圾吃了。怎么没看到了？哎，在哪了呀？哎呦，这天黑黑的，狗狗，哎呀，它有点怕我哎。放在这里，等到它过来吧。这边晚上好多大卡车哦，那狗好怕我，它一直躲。我把狗粮给它放在那边了，等我走了，它可能会去吃。这边太多车了，黑漆漆的，先回去了。晚上我们就在车里先随便吃一点吧。只能停路边了，吃完得赶紧走哈、哦。对，哎，这边不好停车了。所以说，巴塘的就是这段，这里318站，我发现了，大车都是晚上走。嗯，白天在修路，估计不好走。对，修这么长一段路啊、哦。嗯。哎，酱油给你点吗？嗯，放点酱油吧，太干了。吃完赶紧继续看看哪里好停车吧。嗯。嗯。
开的时候地图上没有显示这边修路吗？没有。是吧？好饿。